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叶瑞堂，今天又来到我们第八堂的这个访谈哈。那我们前面呢谈了北海道，谈了冰岛自助旅，那也谈了马拉松、铁人三项。那后来进入了教育亲师的沟通、高中生的交换，那同时也进入了人资管理专业的人生。另外呢，这个我们不一样呢，到只是一首歌嘛，这个比较牵涉到沟通人生的哲学，甚至有商学院的理论在里面。好，那今天第八堂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的主任小刀保官那也是我的同学，事务班的好同学然后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现任这个新北市的主任小保官。那我先请那个自己跟大家打个各位招听众呼。朋友，大家好，瑞堂好。是哈，今天非常荣幸哈，因为如果您，我们每天都在消费嘛哈，如果你常有看到电视，会常看到王志宇消保官哈，那他名字大家其实应该是算是都不陌生，也耳熟能详。那我们今天邀请他呢，是来谈谈常见的消费陷阱与纠纷哈。现在电商干嘛的非常的发达哈，网络有常常碰到一些消费的纠纷哈，这大大小小都要靠这个消保官来为我们。这个主持公道或者我们把关常常都需要用到它。我个人也曾经发生过一两件这样的案例那我想大家都很好奇，图克学校建中人才济济啊，那我们现在进入了法治法规面了邀请到这个小保官来跟我们谈一下那首先我就先请那个志宇，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自我介绍或者说你的工作项目？消保官一般人常认为说消保官无所不能啊。看到媒体上很多报道，哇，消保官为正义。但是我必须在一开始跟大家泼个冷水啊！我先讲个三不，不要认为消保官可以帮你主持公道，不要以为消保法可以保护你，不要以为自己不会上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以为消保官跟法官一样，跟仲裁人一样，发生什么消费争议啊，被吃亏上当被骗了，好，我找消保官，消保官就会判业者输，我赢了。那实际上，消保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消保官的主要工作是协调消费纠纷，他只是一个协调者的主持人，他没有仲裁人的资格，而且也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那很多人以为消保官能够把一些案化腐朽为神奇啊，那事实上都是选择过的案，不是每个案子都可以。所以有些消费者在协调以后，发现业者还是铁板一块啊，说消保官怎么那么没用？那事实上，我们法律上，我们消保官只是帮法院减少一部分的民事纠纷而已。我们希望透过协调的方式把这个案子解决掉，而不是一定要上法院。因为很多案子真正上法院是看证据，消费者没证据的话，消保官是用他的谈判技巧，在情理还有法的方面，尽量帮消费者争取，用这种方式来做。那另外一方面呢，不要以为消保法可以保护你，就是因为法律是有法律的规定，但是业者会把事实让你拿不到证据。他会在事实面给你扭曲，明明他行销的时候有很多不当的话术，但消费者会录音，说他诈欺，你证据要拿出来，拿出来嘛。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骗，自己很聪明。我们很多消费争议啊，受害者是谁？就是那些教授、医生、律师等等那些专业人士或者高薪的电子新贵，他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业者就抓住心态一直在碰他，他觉得说啊，这个我都懂。实际上隔行隔山呐，一般医生他可能是对医学有专业，他不见得了解商业上面的金融商品，有些很复杂的金融商品，他说啊，别人都听不懂，只有你听得懂，对不对？对，那就买了，买了以后发现被骗，就是这样子。所以先开始跟各位讲这三，要三步，要了解说自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多了解一些消费陷阱，多看一些网络上的评价，再做消费的行为。免得说到时候出了问题再找消保官，可能都来不及了，或是说都已经上法院了，再找消保官，人家业者也不会想跟你谈，因为法院是可能会判他赢。这边一开始跟各位听众先讲这个问题。OK，好哇，这消防一开始就先跟我们这个打预防针就不要期待太高这听起来有点蛮震撼的是，所以消保官他就是行政权，他没有司法权所以他也没对。有裁判权跟执行权对。
对，然后我想大概有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太高估自己的事物的判断哈。这个大千世界哈，消费陷阱纠纷，我想这叫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不是？没有错，没有错。哦，有法律，但是终究会有陷阱，他们也会规避嘛，所以我们要还是要小心一点哈，这是前提啦哈。OK， 不过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法治的关系，有这样的政府机关，那我是觉得对消费者至少他有个后台，我知道有人可以去寻找、寻求解答或协助啦，那至少也多一层保障，总比没有好啦。虽然消保官一开始就很客气，想说还可能碰的案例多了嘛，就会好，那我们就不要说好像期待太高，这比较平时一点是比较合理一点。是OK OK， 好啊，这是很好的开场哦。好，来，那至于是不是可以，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常见的消费纠纷嘛，哈，那也会提到一些个预防胜于治疗哈。这个现在好像消费的形态样态非常多，对不对？哈，你们碰到样态很多嘛，啊，嗯，是啊，所以您这个比较常见看到的，我看你列出蛮多的项目的，嗯，是是是，对，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说看啊？好，没问题，还是回到一开始讲的啦。就是说我们宁愿事先多谨慎一点来从决定要不要消费，而胜过事后再找人来补救，尤其把消保官拉过来说你一定要帮我主持公道。那业者有些根本就不来啊，他觉得说我不来你也不能对我怎么样。那有些消费者说，诶，消保官你看业者不来你就应该判我赢啊。那第一个，消保官没有这个权利。第二个，就算真的上法院哦，那民事纠纷的话，那对方不来法官就一道辩论判决啊，也没有说一审就确定啊，也没有说对方不来就一定怎么样。那法官还是会就那个事实来看，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这边要小心。那在那个常见的消费纠纷哦，最常见的，目前最常见就是网络购物。一般消费者都知道啊，我们消费宣导做得很成功，说，诶，我有七天的犹豫期啊，七天之内我什么不用付什么礼都可以解约。有些消费者就掉以轻心，觉得说我在网购万无一失嘛。还有一些网购说标榜货到付款，货到了他一定会送来啊，我才付钱，这很安心啊。但实际上哦，问题很多，因为呢，你有这个犹豫期，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要找这个卖方来行使啊，你根本不知道卖方叫什么名字，你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广告就下定了货到付款，想说啊没有问题，就收来一看假货、烂货，他觉得要退，你要找谁退？你要找那个运送的公司退？他说哦，我只是帮忙收钱的，不是我卖给你，你要跟那个卖方退。他发现卖方人在哪里？哇，一查竟然是从那个上海发过来的，根本不在台湾嘛，那很难行使这个权利，而且我们的行政权或我们司法权也没有办法管到他那边，这问题非常多。所以呢，货到付款的这种跨境的诈骗是目前非常大的挑战。那另外呢，前阵子还发生一个比较多的叫做雅狗狗，就是一些二手票券，就是说我要看五月天的门票，那我在官网他12点开卖，12点可能两分三分就全部卖光了。那有些消费者呢，他就不死心，他用 Google 一看，哎，五月天门票收入以后，发现，哎，怎么搞的？还有一个网站这边说赶快买票哦，这个还有一些票，你就买了以后才发现，哎，这个网站明明我买4000块的票，怎么搞的？那个票价好像只有800块的票价，那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二手票网站，那不是官网，所以说你买的票呢，它是加上黄牛赚的钱。他就觉得这个钱很贵啊，有些人他是花了大概3万多买的票，加起来只值7000多而已啊。他说这样子他要去投诉，对不起，这个网站是架在瑞士日内瓦，台湾管不到啊，所以非常的麻烦。他要退费的话，业者顶多说啊，我把那个手续费退给你吧。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差价都差在那个黄牛赚的钱，黄牛至少赚一倍，所以大家非常小心，不能说轻易的。看到这个网站就轻易的就给他下定。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是那个消费者方他的退货，今天之内他要退货，那卖家呢他更不理你，因为那个货的价钱可能搞不好才台币1000块，但是呢卖家人在高雄，你在台北，那你在那边申诉的话，你觉得卖家可能会花高铁的车票来回吗？不可能嘛，他顶多说我把1000块退给你好了，他如果来这边开会，做那个交通成本都不划算，所以很多卖家他说我干脆不理你算了。反正消保官也不能强制拘提我啊，那消保官顶多公告我的名称嘛，我的企业名称是我自己设立的 ID， 我随便编一个名字，下次换一个名字就好了。所以这个部分消费者要特别小心，不网购的部分。天哪，我听你这样讲，我发现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多的呀。对，就是刚才您刚才讲的高一丈嘛，业者是
为了自己的生活啊，什么漏洞都不钻了、啊。我们公务员多了。啊，我、哦、那个票我可能都想不到哈、哦，那但是他就是搞的这样。对对对对，我自己最近几个月曾碰到一个叫做也是境外的哈，然后可能是那种叫夜市广告吧，在那个什么呀什么户的那个，一看就是假的，买两件特价哈，啊裤子嘛，那个因为那个图片都弄得很漂亮啊，对，哎，结果一买哇，这个很粗糙啊，然后打客服呢，它是那个什么智能的哈，就智能机器人根本不回你啊。我不死心，我打了很多电话这样，后来终于知道要找到那个什么报关堂。是，我们的那个消保法后来有修正了，因为有很多业者公告他的地址名称嘛、啊，所以说如果业者没有公告这些必要资讯的话、嗯，那个七天有逾期，可以从你收到这个资讯以后再开始算七天，也就是说、哦、最长可以延长到四个月啦，就是今天那个卖家不给你资料，后来我查到资料以后，或他提供我资料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七天，这样比较合理嘛。那现在的卖家聪明啊，有些卖家像你刚才讲那个，知道他的境外就算了，对，他一个很有名的诈骗网站哦，嗯，他是有写地址哦，嗯，那个东孝东路七段371号，他说好高兴，哇，有这个地址，可以查南港车站，地址乱写的啦，啊，哎呀，那网站开的，他不是一夜市哦，他是很多商品，但其实全部都骗的，还有些那个业者，他也是不是一夜市，一夜市那个，因为那个是等于是免洗的。网页嘛，随便就可以设，那诈骗的情形非常高。那有些做的还是蛮完整的哦，地址写那个地址在什么内湖旧中路，一看大润发，乱写地址的，那个才怕防不胜防啊。但是话说回来，受害者很多，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店家的名字打到 Google 里面一搜，可能关键字下诈骗，可能就会有一大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要小心。我们要善用智慧手机的搜寻功能啊。把那个 Google 里面打一些关键字，有时候就可以看出评价。对，所以因为现在架网站啊，或脸书什么东西弄出来很简单嘛，所以消费者一时不查一看，结果他是境外的或地址乱搞，不求证反正就被骗了嘛哈、哦。所以我现在这个真的是很多啊，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有那个经验之后，我就找比较大的那个，譬如说 PC 哄哄什么这样子哈、哦，就比较好像感觉有个保障这样。一个是它是一个平台。卖家也是一般的会员，还有一种是他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商店可能保障比较多啦。那如果说他只是一个像 eBay 这样交易平台的话，那有些卖家出了问题，嗯，那第一次用顶多说我帮你停权嘛，但他也不会说先把这个钱退给你或者怎样，他也不会，他会认为说有争议的话，这个钱先 hold 在我这边，但你争议解决的话，钱来退给你。那争议一直没解决，钱就一直在他那边，对消费者跟业者来讲都不是什么好现象啦。就建议真的要网购的话，可能要选一些他自己贩售的，而不是他当平台。他当平台的话，可能也要看那个卖家的那个信用，但有些信用也灌水的啦，所以要非常小心。哦，那个平台讲说，其实我只是平台而已，对不对？哈，沟通交易干嘛？还是要找卖家账，对不对？对。哦，对。现在还第三方支付啦，第三方支付看起来是比较有保障，但是也要看他有一个争端解决的机制，因为买方跟卖方在一起嘛，所以说他跨那么多。哇，他可能要一个仲裁的机制。如果说那个没有仲裁机制的话，钱可能一直放在平台那边，这样也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买的话，可能透过网购直接跟一个大的厂商来交易，而不一定要在那个平台上交易，直接跟一个大的、很有规模的卖家交易，这样比较不会有问题。哦，了解哦，直接是大品牌的厂商直接跟他订购哈，这样子。但也要小心人家做假的网站，长得很像。对，钓鱼网站这样。对对对，所以连第三方支付一般我们比较值得信赖嘛，所以你在实务上也碰到这个，连这个都会出问题。第三方支付就看他有没有一个仲裁机制了、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PC 用，他可能就说你们有争议的话，这钱还在我这边，但是我不会给哪一边。那消费者就可能拿一个东西，他想退，那个平台如果他没有一个仲裁机制的话，变成说这个还是一个僵局啦，你也没有办法退给卖方，然后那个钱也一直在平台那边，问题没解决啊。那个像那个淘宝，他们好像一个仲裁机制，就或者 eBay 好像就他们自己判断是怎么样，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但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也不是一个司法的程序，但它可以助于很快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悬在那边。好，您在那个预防胜于治疗这一块有列出了八大项，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样态是蛮多的，基本上只要有消费都算是您的管辖的一个业务范围，对对对。是是，那要当然也要看说。是什么样的消费啦，基本上我们是消费者跟业者之间。那如果说是业者跟业者之间或消费者跟消费者之间的话，就不是消费关系。比如说
如果只是一般那个网络上的一般的卖家，我只是把我自己不要的东西偶一为之，不是以这个为营业的话，我把我自己不要的东西要卖，我只有的话，我很难说我自己的经营者，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会收。哦 ，C to C， 然后只是偶尔拍卖那种不算这样。对，他不是 B to B 也不算这样。对，他不算是企业经营者的话，那他不一定要登记成公司啊。但如果说你今天看个一般的卖家，他可能卖了几百项商品，就很难说他是偶一是啊。所以有个要件是他是。偶一为之还是说持续性的，如果持续性的话，虽然他说我不是公司行号，但是你持续的做，那就可能会被认定是叫消费行为，对，对就可以看到了，对。哦，了解。好，我特别注意到你有提到那个，因为我们八样产业一个讲，大概可能时间也不太够，下次找机会再请你。蜻蜓点水，快讲一遍好了。好啊，好啊，好啊，来啊，哎，好。那我先讲那个第二个是预付型交易啦，比如说礼券，礼券现在有规范啊，要履约保证。但是履约保证对中小企业来讲是难如登天呐、啊，要跟银行谈履约保证，银行说你先存定存200万过来，不可能做到的嘛。所以说现在有一些什么游泳券啊，或者是什么那些都是违法的啦，它并没有履约保证。那所以大家拿到这种券哈，如果真的拿到要小心，而且什么民宿的那种券，那可能都没有保障的，哪一天它倒了，你根本血本无归。而且就算有履约保证的话哈，它的期限大概只有一年呐、啊。所以一年内赶快用，拿到礼券啊或储值的，赶快把它用完，不会说存越久像股票一样会生利息，不可能的，要小心。像之前倒了什么宠物动物王国啊，那些都倒掉了，就储值、啊，那这部分要小心。还有一些什么电影票，那赶快把它用掉。那线上游戏的话，哈，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台湾大部分都是代理的啦，代理的那个游戏，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要主持公道的话，他们都会说啊。韩方的总公司怎么认为？美方的总公司怎么认为？或大陆那边的总公司，因为他台湾的厂商决定的权力没那么大，而且他可能会对一些行为他设限。他说：“哎、欸，你可能不能在网络上讲我们公司的坏话，不能有什么侮辱的行为。他甚至说你有外挂，我说你有外挂，你有外挂，这个要很小心。尤其是还有那些小朋友啊，用爸爸妈妈手机去玩了几十万的那个买那个虚拟点数道具是无知。”这个部分都不好解决，因为以前如果说这个公司台湾的话，哈，讲一讲或许情理上通融一下就算了，但现在都透过什么 Google Play 啊或者 iTunes 在海外交易，那个公司甚至欧洲的公司，那些欧洲人他们才不管的嘞，因为当初邮寄的条款就写说我已经满多少岁了嘛，那你如果今天你就跟他说我已经得到父母同意或我已经满多少岁，他可能会说你这样大喜啊，他不见得会退的那么干脆。那另外还有电信业哈。电信业现在常常会有收讯不良的问题嘛，收讯不良刚好你又绑手机，那消费者说啊，我收讯不良，我要解约，那你应该是业者要赔我啊，怎么业者还要跟我收那个违约金，提前解约的手机补贴款的违约金嘛？那业者会说，你今天家里确实收讯不好，但你在办公室收讯很好啊，我看到你一个月那个连线的那个传输量竟然高达30G 啊。30G 的话，说这个收讯不良，我实在说不过去啊，会有这种问题。对，这部分都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交通部也没有要求 ，NCC 也没有要求说这个电信业要无死角，100%收讯良好，它技术上可能做不到的。还有些说什么收讯过那个传输速率不够快啊，等等，都是个争议。那比较大的就是手机坏掉了，手机坏掉你送去保固，然后业者说啊，你这个有人为撞击，有那个受潮，我不给你保固。这部分的争议都相当大，那我们协调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各退一步来解决。不过有几家那个手机业者是非常的强硬的、啊哦、那个比较贵的手机啦，我不要讲哪一家，就那家最贵的手机好非常的强。那几乎他说认定是人为损坏，我认为你有次拆机，我就不给保固，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字母最前面的那一家啦啊，大家都知道吗？不过那产品是比较好啊，是。那还有一些瘦身美容啦，就是女性朋友，包括男性，都要注意。就是说，在路上招赖你说，哎、欸，来399给你做脸啊，或者来填问卷啊、抽奖啊，那你会因为这些小小的好处，他给你小赠品，跑到店里去。到店里去呢，他就会说，哎、欸，你干脆我免费给你服务，或是给你很便宜的体验。那体验的中间，他就一直在那边推销。很多人耳根比较软哦，像一个小男生，他只是去全联买一个东西而已，可能买个电池才20几块吧。他被推销一出来被刷了20万，很可怕。那有些人他没有信用卡也没关系，我叫你签小额信贷啊，这要非常小心。那因为道理来讲，那些业者也没有办法拘束你的自由嘛。你发现如果本来单纯的免费体验或低价体验变成推销的话，
二话不说，赶快离开就对了，不然留下来，他会从一万介绍到三万，介绍到五万，最后变二十万，很可怕。这种有些消费者没办法拒绝人家的，刷了几百万的都有。他这个有办法反悔吗？不动产，我只能说啊，台湾的不动产的那个预售屋风险实在是非常的大。那很多建商呢，他虽然是上市上柜公司，但是做的那些产品不见得好，因为他的营造方面可能给人家砍了工程款，盖的房子什么漏水啊，什么这基本的啦，还有什么地不平啊，然后偷工减料，或者说公社乱盖，本来说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就根本只有小树两三根而已啊，两三根而已，那个都是乱盖的，要很小心，要多看风评，风评好的业者不代表不会做烂的建案，所以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最好不要买预售屋。那另外还有那个健身中心，那个也很可怕。我只能劝消费者说，你没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心，说我一定要有空把它常常去的话，那就千万不要买，因为他们主要赚的就是那种买了以后觉得啊，我一定会瘦身，我一定会健美，但是呢却没有机会常去的人。尤其他有一些个人教练哦，个人教练可能找俊男美女在那边推销，然后说我帮你按摩啊，一对一啊，有些人就心猿意马，会想要追求那些教练，但后来教练拿了很大的合约以后，忽然就辞职了，或是转到别的店。那业者、那消费者当然很生气啊！我就是看准他，搞不好有机会追求他，我才要买的，买了可能七八十万。但是你要把它用完的话，可能用一年都用不完啊。那你要退费的话呢，业者通常不会轻易给你退费，这要非常小心。那另外还有那个什么补习班儿童教材哦，之前有一些案子就是说补习班它的课程啊，它的课程可能是说，哎，一个月三千块就好。但是三年下来也是十万多啊，他有些学生呢，他就觉得说啊，我反正我就签小额信贷嘛，他可能就是每个月缴三千块，但后来发现学生他平常的那个社交活动就很多，还要打工，还要上课，根本没时间去。等到有时间去又发现公司已经倒了，所以后来我们对那个补习班有比较多的限制了。那这个部分还有那个学习教材，学习教材呢，通常来讲应该是一学期一学期寄嘛。但有些家长可能是新住民，他没有能力教小孩，或者父母忙没有办法教小孩的话，说，诶，小孩子上在家里上网就可以学习啦，这是现在新的趋势嘛。那也许那课程都很好，小孩子不想念啦，没有人盯他不想念，发现过了两个月成绩并没有进步，他说我要解约。那业主说，那个消保法规定是七天啦，我给你十四天了，你都没有解约，你过了两个月才要解约，我不给你退。那就变成说买了十几万的教材放在那边，但是呢那个小孩子根本不看。变成你每月还要很心酸的去缴那几千块钱，那加起来有十几万，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说真的上法院的话，法官判你很难讲啊，因为这个家都给你那么长的时间犹豫期了，那你都没有退，现在过了那么久才说要退，说他商品有问题，商品没问题啊，是你小孩子外面啊，所以这都是常发生的消费者，跟大家分享。哦，所以这种比较是那种一时性的冲动型的消费这样，然后后面用不到也蛮多的这样。对，不过这种东西理论上就像你讲的，它应该不算是个消费纠纷呐、啊，因为你也自己自主决定，产品它的确也有，那这个冷静期时间也够长啊。哎呀，我们的消费纠纷定义不代表说业者有错才叫消费纠纷呐、啊，事实上我消保官说了，是、啊、哦，啊，绝大部分业者不见得有错、哦，很多消费者，感觉消费者好像变是主观性的、啊，对他们达到他自己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不太好协调的这种案子啦，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案子哦，在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申诉进来以后，我们给业者表示意见的时候，那个就解决掉了。那比较难解决才到我们这边开会。我们开会的时候，很多案子我觉得消费者、哦、要求太高了啦，一个小小的那个不愉快，可能说业者对他翻个白眼或怎么样，他就要求几万块。这案子我们处理起来也觉得很为无奈，我们只能尊重他实际上的损害赔偿有那么多的。会碰到这种职业型的这种人吗？哦，这种很多，也很多啊，哦，也很多啦。但是我们相信，那还是整体消费者是少数啦，不然的话，这些职业型的申诉人，他每次没事就来申诉一下要一点钱，这样会把我们整个消费的成本垫高，业主会把那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会让我们消费者来帮这些人付钱一样啊。对啊，所以我们要想。我们也劝消费者要当理性的消费者，并不要说借机靠这个来盈利啦，来靠申诉来敛财，这样子不好的。对啊，也耗损到那个公权力的资源嘛。嗯，对对对。所以你的工作上，日常生活的日常的工作上面，相当多的比例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仲裁协调，这样子是。对，嗯、协调呢，有时候行政调查，下来还要消费宣导。
所以我们宣导的部分，我们也一直希望消费者能够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呐。嗯，我们就现在叫猪年来到了，就猪八戒，会讲消费者八戒，戒什么呢？一就不能贪呐、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白吃的午餐，可以先生意没人做。你不要看人家给你一个小小的优惠，就拼命去赶快去抢购，丧失理智。第二个是不能冲动。之前就是有些那个健身中心，他打的那个招牌就说今天最后一天，优惠最后一天。哇，优惠最后一天，我12点我也给他签了吧？现在发现明天更优惠，当然是最后一天嘛，明天有更优惠的，反正会发生的。永远都有优惠啊，是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个不要冲动，不要贪，真要看评价，要谨慎。然后有些人不懂拒绝，不懂拒绝很麻烦。我真的碰到这种人，不懂拒绝，人家跟他推销什么都说好，你不买的话呢，那个美容师就会说啊，你这个身材不好啊，怎样，他就批评一大堆。那你怕他不骂你的话，你就能买，一买的话就没完没了。这种不懂拒绝，哎，敢跟家里讲，不敢做停损。停损意思就是说我就赚了，那有些人就凹回来。像有些人买那个灵骨塔嘛，灵骨塔卖不出去啊，他怎么办？那就有人打电话来，就那种诈骗集团打电话来说，哎，你卖不出去，你再买一个生前契约就帮你卖，或者说你这灵骨塔就十个，像一个什么中青会他50个，你再买30个，给他装成一个套装商品给你卖，就被骗七八次，到后来还想说哦，被骗，这不能报救星。像人说他会就好骗，就一直骗一直骗，不不，这种凹回来的就全部都回来了，被骗了，骗300-400，哇，不止被扒一层皮，扒2-3次这样子啊，继续扒。对对对，因为诈骗集团其实他们都有那些名单啊，叫做好好骗人呐、啊，那种人格特质不懂拒绝，然后想要凹回来的那种人哦，他们最喜欢的在不断骗，包括说啊打电话来说你上次被骗了对不对？不是我自救会啦哦，我们要帮你好、啊、全部卖掉。越换越差，小心啊！我靠，那就是恶劣的再恶劣这样子。对，那你今天你说对方诈欺，你有录音吗？你没有录音啊？你说啊，对方有录音，把它调出来。如果我是诈骗集团，我会把对我不利的证据拿出来，不可能的嘛。所以很多消费者很可爱的观念啊，他觉得说去那个电信公司调那个通联记录，那通联记录只有通话时间，他不会录音嘛，他给你录音啊，个资啦，对啊，那很多消费者都不太懂，他不懂法律，他都以为。规定他一定赢，那万一判他输了，他觉得法官拿了人家输，其实法律还是要看证据嘛。你没有证据，你能主张什么？那有些人被所以说你有这种疑虑的话，其实你自我保护的话，你发现好像有点这样的味道了。其实你可能要自我保护，你就得去保留证据嘛，对不对？录音啊，或文件啊，对话内容啊，这些嘛，是不是？对，人家那个你不懂保留证据的话，你到消保官这边，消保官能说什么呢？我说你讲的我都相信。但如果今天上法院的话，你什么都拿不出来啊！你说我是好人，我发誓，如果讲的不对，我就天打雷劈，我出门被车撞死，法官不会依据这个理由就判你胜诉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法律大家要了解，这个现代的生活中哦，不懂法律的话，没有那些知识的话，真的是让自己很容易被受骗、上当、被攻击了、啊。那还有这个，这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例子啊。哎，我刚刚讲说那个裤子对不对哈？然后我想说，哎，有个7天的那个要退货，那我就想要跟他联络，对不对？我要赶快7天了没有？他跟我讲说我超过7天了，然后他就留言哈，没有电话，就是那个一个 Messenger 这样的对话哈。他都你等我一下，我帮你处理哈。那我就把他画面这个存起来，哎，我上面有日期，我的确跟你联络啊，截图这样。哦，像这个可能是。虽然后来没用上了，不过这基本上是一种自我保护嘛，对不对？保存证据这样子，没有错。但是要保护规定其实是要寄回商品，或是用书面呐、啊，就这种存证性比较好，因为那个截图或什么，那个其实都不见得不能改啦。所以用存证性是比较好好的方法。那但是也有法院的判决认为说这是举证方法的问题，不一定要求要寄回或者书面。如果说电话有讲，但对方也不否认的话，那就 OK。但是现在比较大问题就是人家打电话过去， okay. 打电话过去你对方不承认啊，说你有打电话来通联记录有没有错啊？但是你电话只是抱怨一下，你并没有说要退货啊。啊，那这样各说各话。所以存证信函的证据力还是最高的啊。我们自己这样储存，有时候可能证据力不足，不被采信的这样。要表示过要解约啊。那如果是 email 写过去呢，也会 email。它都不是法律规定的标准的 SOP 啦，但是我觉得要对方没有争执，而且这个证据被采认的话，应该都有它的效力。是 ，OK， 对，好。因为现在人家一般也见得会写信过去啊 ，email 方，但我们法律现在规定就是书面嘛，那 email
可能也没有诸位签章啊，那也没有去当、哦，他可能是觉得是假的啦，是你自己写这样子哈，不算这样。现在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业主他会提出一些处理的方案呐、啊，那消费者这边也要衡量一下，如果说我今天不接受，我要走下去，可能用诉讼或是申诉等等方式，会不会比较好？我们这边消保官处理案子很多都是不满意勉强接受的和解，你说要全赢的话有时候很困难，不满意勉强接受，然后这样子不要狮子大开口，你狮子大开口，你先觉得说啊，我谈判的时候我先喊百万，然后消保官说啊，他一人一半吧，那就五十万我就赚到了，所以我就喊高一点。事实上如果消费者喊太高的话，业主就把你当 OK 不理你，或者说跟我去试谈，所以消保官要抓住这个空间。我们消保官呢，就等于协助消费者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案，把它解决掉。但是基本上这个方案是不是合理，可能还是要双方来衡量了。要消费者有些期待太高的话，难免会失望。这边也打个预防针，顺便跟消费者提醒哦，这个消费争议潜在陷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在消费之前千万不要贪，然后多方比较，拿出自己的智慧手机，输入关键字，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业者的风评，再决定要不要跟他交易。那网络上的风险非常非常大、okay. 一定要找那个商誉比较好的大公司比较不会有问题。OK, 好，所以前面做多点功课就可以预防后面这些事情。对，不好意思，这样讲起来我觉得哇塞，我干脆不要消费好了，这样陷阱这么多啊。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不消费啦。是啊是啊。对啊，不消费不太可能啊。OK, 好啊。那、欸、那我请教一下，那个像你在新北市那服务员广大嘛，哈，200-300万人口，那我们那个编制上有多少的法制的人数在处理这块啊？将近快要到400万人了啦、啊，然后我们的面积2000平方公里左右、啊，但是我们消保的人力哦，消保官有5位，然后我们的承办人有6位，才11个人，其实每个人平均分担一年要1000件左右，是全台湾最累的一个单位，啊、但是。还好说我们要把我们资源发挥最大化，我们是跟所有相关局处一起组成消保团队啦。比如说实案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去 主要去查，我们查不完啦、啊。我们这边有那个卫生局有那些专门稽查的人员，我们就会机动的合作。那如果我们查快跟新闻局合作，查那个不动产的话呢，就跟我们的公务局或是地震局一起合作。所以说大家合作的团队很辛苦啦、哦、有时候。就是你通报那些相关的。全责主管机关这样子，不然你们没那个人力嘛。一天等于一个人就要处理3件，那这种法律的纠纷单单调查哈，证据干嘛花多少时间呢？200天班左右，200多天班，所以一人其实不止3件了、啊，超过一天就至少5件以上，对不对？对对对，法律案件有时候很复杂，单单那个证据调查阶段哈就很耗时了，所以一天要这样你都消化得完哈。但是大部分的案子哦，其实在我们调查之前、嗯、我们会把它寄给业者，业者跟消费者先协调嘛。很多案子大部分可能大概7成以上案子这样都解决掉了。哦，那就消灭掉了。不到的请他补证。说诶、欸、你那个网络卖家地址没有，这我没办法受理。或者这些案子根本就是投资的行为，我们也不受理。这案件也不少。哦、真正要到消保官协调的案子其实没有、哦、大概就那2000件左右。那2000件也是类似啊。哦、是啊。哎，我很难想象，这样才11个人力而已啊！对呀、啊，对呀、啊，负责几百万块、400万个人的消费行为，每天有多少的消费的行为？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宣导的方面，也今天上这个投客讲堂也是这样，宣导的话，让消费者小心，减少消费纠纷，我们的案子就会减少。是，所以说这样子对大家都好。啊，好像我记得你有提过那个之前有一个车祸嘛，就是大陆团来台湾，哎，是是是。啊，那个也是你的业务范围，你们都得去了解或介入协调各方面嘛。其实要算的话，消保是无所不包，那也可以算啦、啊。不过那边都会有一些单位，民间的单位或是一些保险可以分散风险、嗯。那大陆那边的话，那边有海基会啊，海基会来帮忙，还有很多那个在地的那些，譬如说什么高工局啊，或交通部高工局或在地的县市政府，他们也都会协助啦。那消保官那边有时候就比较像是补位的角色，不会一开始冲在第一线。而是在最后看看哪些地方没做好，比如保险理赔没有到位的话，我们去督促一下，或者说那个消费者有一些心声要转达，我们可以负责协调一下，主要这个补位的功能、哦。好，所以这个重大新闻的话，那市政府他们都会危机处理。那像是旅行社啊，或者晨报巴黎晨报事件，其实你们也都有参与到要介入，是不是？对对对，因为这个只靠消保官，像刚才讲，我们人力不足，我们资源也不足。
所以县市政府或中央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危机来处理，中央跟地方都有一些的联系，比如说像八仙城报的话，那个我们这边出动社工人员嘛，社会局还有卫生局负责医院的协调联络，他们都会很到位的服务。那我们法制局这边有请一些法服的律师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甚至团体诉讼，结合那个民间的消基会，好一起来打团体诉讼。那对业者的财阀，那些观光局也有介入，所以说这个案子都是整个市府动，还有这中央跟地方政府整动起来，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消费民生的问题把它解决掉。如果只靠消保官的话，当然没有办法那么快把这个案子解决掉。哦，所以消保官其实几乎是无所不在哦，像巴黎城堡这种比较不会想到，但因为有买门票进去的嘛，所以它也是消费行为了，所以你们也是会。那这个本身就是他们去游乐发生的纠纷嘛，所以消保官一定牵涉在里面。那我们就比较像保卫的功能啦，比如说他那个保险理赔的事情没做好的话，我们就跟保险公司谈一谈嘛，看要怎么理赔。还有一些社会救助，我们也去联络一下社会局，看那个社会救助该给的要快给，那家属冲击会比较小一点。哦，对，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安全或救护网啦，所以原来消保官几乎就是都无所不在，在一些大巷小巷几乎都有，所以很累啊，很累哦。不会，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有你们的协调、你们的资源，然后各方面才能够建构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社会基础嘛，跟一个经济行为还有消费的一个环境啊。好哇，这个非常精彩哈。那我看那个消保安这个东西很多哈，所以他讲得非常快。那我相信短短40分钟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挖出来，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请他好好讲那八大项，还有那个什么八戒，我想这应该很多的实际的案例。那我们投客学校人才济济啊，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台的访谈，然后汇集各方面的人才，然后到时候能够回馈到这个建中或社会来。那目前我们大概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多认识，是说我们有哪些毕业的人才在各行各业，那他们都发挥这个中流砥柱社会跟国家的栋梁。那我相信通人通脑，这有更多的机会互相交流，发挥更好的重效我想对大家、对社会、对学校对校友们、对学长学弟，或是对一般的民众，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才是。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消保官来帮我们谈一下常见的消费纠纷与陷阱我想非常的务实。那这个最后那个志宇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再做一些结论或提醒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在从事任何行为的时候要保持谨慎，不要轻易的冲动就购买那些商品或服务，那这样子才能够做个明智的消费者，也可以减少我们的业务让我们能够做更长远的规划，而不是每天在这个一些消费争议案件打转，转到自己都没办法思考比较长远的规划。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国家，另外一方面讲说我们国家的消费者保护其实并没有输给国外，很多人都觉得说国外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国外我觉得国外很多商人他比较有商业道德啦，在国外有些地方你商业道德要是毁坏的话，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做生意。但在台湾常常就牵涉到说有些业者他这个招牌臭了，他另外再成立一家新的公司，继续用这种不良的商业手法来欺骗消费者，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现象。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台湾的消费者保护的努力我觉得应该是胜过其他国家，那只是说现在很多商人不守商德的话，我们也希望透过民众的觉醒，把这些不孝的业者能够淘汰掉，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安全。是，这个我有个人亲身经验，我曾经那个买裤子的事情那我就写个信，哇，很快，然后第二天还怎么样结果就网络上嘛，所以后来那个我在台中，他们当地就这个有人就跟我联络了，我觉得那个速度是蛮快的，不是很大的案子，他这么快就能够及时的反应跟回复，那至少就觉得比较安心嘛。这是我们消保官的功能啦，就是消费者不一定要什么案子都上法院嘛，上法院很麻烦的，我们这边。就消费者不用花任何钱就可以来申诉，但也希望消费者能够谨慎，也不要滥用我们这个行政的资源啦，因为确实有消费者就是以申诉为荣为乐的，那很麻烦。但是我们尽量谨慎消费，那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来申诉，这样我们会发挥我们更大的效能。对，而且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的话，如果通报了政府单位，那也就有人来关心，那我相信业者他就比较不会说。他会比较重视这个案子那所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也比较有一个靠山都会
比较敬畏政府单位啦。对，那我们比较怕的就是那种免洗账号、免洗的那些名字、假的住址，那个就很怕，那个随时都可以产生出来。OK， 好，非常好，那我们非常谢谢志宇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好，那短短的40分钟，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他多挖些宝，然后，我们也期待今天只是录音啊，以后我们机会用影像的方式，他非常习惯在这个电视媒体各方面的曝光啊，所以我想影像对他不是问题，下次我们再跟他做一个专访。那我们今天特克学校的这个访问就到这边咯，谢谢志宇。好，谢谢大家，谢谢瑞堂。谢谢，拜拜。